主料板栗、大米，将生板栗洗净，撒入盐少许，将滚开的开水倒入，盖上盖子焖烫五分钟，然后取出即可剥皮。剥好的，将剥好的板栗切板，放入淘洗干净的大米，加水，放入电压力锅，按煮粥进即可。美味香甜的板栗粥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Follow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